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下载 Adobe Reader。 Adobe Reader 的下载网址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我们进到下载网页，将可选优惠取消打勾。有时候可选优惠会出现免费版防毒软体，建议是不安装，因为怕跟已经安装好的防毒软体起冲突。接下来选择立即安装，选择储存，选择执行，选择下一步。选择完成。这样子 Adobe Reader 就安装完成了。谢谢。